你好，打得通了。啊，你好，师傅。嗯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哦，做错很多东西。嗯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你也很爱我们。是啊，因为你时常在我的梦里也救我，也教我，也加持我。对不起，师傅。救你们，加持你们，都是为你们好。你要记住，现在的人多劣根性多重，要救一个人多难。你看，有些人，你还好了，像你们这些，有时候不精进懈怠一点也就算了，真的还有你不要退转就好了，因为不退转的话，我很爱你，你们就在爱菩萨，你们就在船上，如果你退转了，你就离开船了，法船没了，不会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不会离开，我会好好的修，师傅。你们要乖一点，对不起，要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，就是一种缘分，我们必须要把人间的情感化作佛缘佛情，然后慢慢的修出六道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父。不能被人不能被肉体控制，人不能被所有的人间的情感控制，人要有理智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好，师父，谢谢你，真的很感恩的。每一次你都在梦里，我有什么事，你都会来救我。记住嘛就好了，你看看这么多人，他以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？这么多人都是师父法身救的，你别以为不是法身救。我相信师父。这么多人会感动的。乖一点啊，什么事情要坚持啊，要精进，要努力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对不对啊？